每次打开一盒新的吸入剂药粉时，请用限棉方法准备吸入器。吸入器盖子盖紧，将透明底座的安全锁按下，然后拿开即坐。将药罐的窄端推入吸入器，直到可听到咔嗒一声。请装回透明底座。接下来，垂直拿好吸入器。将底座向右边红色箭头方向旋转到咔嗒一声，打开盖子，将吸入器吸口朝向地面，按下按钮，所吐出的白烟就是药物。红色箭头会指示剩余剂量，箭头指向红色区块时，表示剩余剂量还可以使用一周。每次打开一盒新药剂时，请将上述操作进行三次。此时，吸入剂已可使用。将基座向红色箭头方向转到咔嗒一声，打开盖子，将它放在旁边，吐出所有空气，将吸口含入口中，请注意不要遮住通气孔，按下灰色箭钮，先吸气，闭着嘴巴憋气十秒钟左右，然后缓慢吐气。一次剂量可吸两次，第一次吸气后要等一分钟才能做第二次。结束后，请用水漱口。